好，我叫 Eleanor， 我15岁，我是智备预科中学9年级的学生。我非常健谈，可是我笑的时候不会说话。那时我真想让我爸爸妈妈知道我要什么。我特别喜欢水，我有一个玩具鸭，我的小鸭是有黄有红有蓝有绿的，它很好看也非常好玩。我跟我妈妈一起走的时候，我说大大，因为我不能说 duck。 现在我不但会说话了，也特别爱说了。我会说英语，也会说哑语和法语，还有一点汉语。我爸爸也教我写我的俄文名字。因为我可以用很多语言，所以我可以说我想吃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我想去哪儿。今年我也许去中国，那个我的小鼠鸭鸭的国家。谢谢大家。